看看新闻网。去年东方卫视春晚联手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《101次求婚》等剧组打造的顶级春晚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而今年东方卫视春晚将主打温情牌。1月9日，东方卫视2014群星新春大联欢正式宣传启动，首批加盟明星阵容随即曝光。电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导演陈思诚携演员佟丽娅、王学兵、郭京飞、耿乐等主创亮相。属马的陈思诚当场放话，马上娶佟丽娅是他本命年的首要大事。在发布会现场，两位的进展似乎更快，因为每位主创登场时都会拿着一只小萌马。在问到接下来的计划时，陈思诚不加思索地表示要马上拥有下一代。你的计划是马上什么？是2014年吗？我已经有爱了，那就是马上拥有下一代。啊！被记者问到生子计划时，佟丽娅倒显得很淡定。你觉得造人这事儿不用打算吗？有了就要。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有了就结。没有。据悉，陈思诚在东方卫视春晚上有望献唱《北京爱情故事》的同名主题曲，而佟丽娅极有可能为他伴舞。